正在我哋讲呢一个，即系呢一节我哋会有三个话题之中咧。咁喺突然间由先个 break 入边咧，我哋有个年轻嘅少女啊，仲喺我哋写字楼下，好似好似郑若华咁白嘅，佢白过郑若华添。嗱，我要就上咗嚟，就啱啱老师喺度啦，喺后台度，佢就上嚟搞 auto pay 嘅。嗯。咁跟住咧，我就啱啱头先走过去个，即系我通常我喺个 break 入边，我扯一两啖烟嘅。OK。咁我咧就问：咦，你系想搞 auto pay 啊？系啊。我你自己睇定係俾屋企人睇啊？咁可能同男朋友做啊，爸爸做都唔奇噶嘛。佢話佢自己聽嘅。啊，好嘢。咁啊，林康正咧就即刻咧陰陰嘴笑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我以我哋嗱，我哋即係匿埋嗰啲，我哋唔計。嗯。OK， 以我哋識得嘅，即係聽我哋嘅聽眾女仔嚟講咧，佢當然唔會係最靚。佢喺我面前而家填緊嘢，我都唔會咁樣擦鞋。嗯。但係應該係最後生噶啦，算唔算係啊？都未必是的，未必是，但是那些女仔有没有这样我上到来，即是那些后你告诉她更后生的你填 auto pay， 那就未必了，我觉得。嗯，是的。OK， 那我要怎么说呢，人家现在这样来上来填方就很尴尬的。我想她大约是五尺三寸半至五尺四寸左右。那么远吗？就是这么上下的，不过她瘦你又未身形靓比例啱，那你就觉得她啊都好像高大咯。嗯，这一阵问问她都是五尺三四度啦，100磅左右。是。OK， 嗱，佢今日着住件灰色嘅阔袖衬衣啦，系短袖，一条黄色裙，长裙。OK， 嗱，如果俾阿容海恩见到，就屌柒佢噶啦，着黄裙。不过琴日容海恩自己都着黄裤，系咩？嗱，黄色咧，我哋黄种人咧，即系我哋华人咧，好难 carry 嘅。嗯 ，OK， 大家唔好睇我咁捻粗鲁又肥又老，其实咧我一个对 art 啊或者对啲咁嘅美学嘅嘢系啊。不要说有研究很有要求，但人迪那时候就是黄色咯。OK， 不是，那我不觉得人迪的衣服很漂亮。嗯，是很难 carry 的，但是他不同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白，他真的是白。是。而且那个白呢是都健康的，我们觉得他。嗯。当然我想他没什么运动，所以他白女就透红那里不够。嗯。如果他做多些运动，气色面色好一点，就白女透红更加得人喜欢。当然现在都很多人就是 eatable and encountable 噶啦，我覺得。OK， 而最特別嘅就係佢有頭黑色嘅長髮。誒，長頭髮都特別。唔係佢，因為佢皮膚白，佢嘅頭髮好黑啊，哦、即係個對比大啊。啊，我不禁又攞麥嚟，我不禁又嚟啦，麥啊！我冇支麥咧，拎埋個麥 stand 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好似阿 Fatty 咁啊，我又連埋個麥 stand， 我不禁又要唱一隻。趁佢而家仲未走，嗱，而家佢一距離我，只不過係大約十五尺到啦，坐喺我对面，我望住佢，佢望住我，我不禁要唱一只。月半弯，你于深宵，晚风轻飘。虽然我老婆而家系有听节目嘅，咁、我但系忍唔住，或者唱一只。让那长长秀发曳摇落下，嗱系黑头发嘅。咁、嗱，我谂如果而家一刹那叫佢上镜咧，佢会怕丑嘅。嗯，头先咁，但系头先咧，佢都好似即系唔系咁介意嗰啲人嚟嘅。系啊，啊，咁佢叫阿 Claire 咁样啊 ，C L A I R E 啊，咁我哋通常都读 Claire 好难读，即系我哋啲广东话好难嘅话 Claire 咁。我以为 Claire 添，林振玉添。咁我哋而家叫我哋叫佢睇下佢会唔会愿意上少少镜俾大家睇下咧。讲嚟冇用啊，俾只手睇下啦。阿 Claire， 喂，上镜啊！啊，你想上镜嗱，你俾只手先，只手先。隻手先唔使除额嘅，嗱你唔好咁样，你静啲，你远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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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啦，定定背，大家睇下隻手系几白？咦，啲青筋喎？嗱，有青筋手就唔代表有青筋咩嘅？青筋咩？系啦，咁 anyway 今日着黄裙啦，又着灰鞋，咁我配衬嗱灰衫 ，OK 噶，吓、即系几灰鞋噶佢。咁啊，大家嗱，如果嗱或者佢即系或者我唔知系咪你系放工啊？如果唔係，你都可以嚟做我哋 part time operator， 不如放工介遲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多謝你支持先啦，我哋唔好玩佢啦嚇。咁啊，如果作為一個我哋嘅聽眾啦，又或者作為一個香港嘅少女咧，即係我哋都應該好榮幸啊嚇，有啲咁靚嘅聽眾啦。係啊，阿 Kira 聽我哋幾耐啊？過零兩個月啦，即係呢度開台。哦，我係是喺外國喺邊度翻嚟啊？你喺澳洲翻嚟嘅 ，OK。其實我哋做咗幾年節目，咁我哋似乎都冇做錯個決定啦。嗯，因為今朝有一個係話聽咗個零星期就嚟俾佢年費啦。係啦，咁咪又起碼有兩個啦。嗱，即係話好簡單，我哋跳出咗 MHK 個平台之後，喺 YouTube 接咗個更大嘅
聽眾群，而我哋係唔俾錢得聽節目，而佢哋係願意付出嘅嚟支持嘅。醒目 ，OK， 咁亦都可以咁講，佢本來喺澳洲，偶然喺 YouTube 度 search 到佢節目聽咗，翻嚟香港就上嚟俾錢。咁樣我哋喺今日呢個5月23日，即星期五，終於見面認識兩個完全冇關係嘅人。3個月前啫嘛，我哋喺香港忙緊，去澳洲我唔知讀書定做嘢忙緊。大家是完全冇任何，即係冇任何可以連結嘅。但係而家大家就好似一個好有靈犀或者好了解嘅朋友咁樣。真係。如果真係要形容咧，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：緣分。緣分到身邊，不要問為何。啲新啲嘅歌，人哋後生女嚟。我係識唱啲嘅啫。屌你俾你窒一窒，我唔捻识嘅少少咩？缘分到身边，不要问为何，唯盼这屌你唯盼乜嘢？为何是我？我不禁咧，你知要开屏。孔雀。OK OK。24日系咪？今日系。今日24日咩？系啊。OK 好啦，好啦，唔好讲咁多啦。阿 WeChat 话有声有手，佢已经够硬。哇！咁你实在太离谱啦。太严你好。好幸福，好幸福。你如果咁样咧，嗱 ，WeChat 我哋记住个，我哋唔可以叫阿四海唔可以卖护骨酒俾佢，系好捻大镬，佢咁样会。